天气凉快下来了，我去建一个菜园。为了方便日后调整菜园，我的砖头是直接这样子铺在草地上面的。三棵是枸杞树，我重新把它们安排一下。这棵葡萄树一直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地方去种，现在给它找到新家了。这个塑料袋子还是蛮结实的，铺在下面可以防止杂草。这个地方地势比较低，铺一些鹅卵石，下雨的时候水流可以通过。建一个 cedar 的 planter， 这种的天然防腐木可以使用大概15年、20年吧。
这是今年春天收集的一些落叶，现在分解的差不多了，和这里的这些土拌一下，再加一点鸡粪。一些菜苗，有白菜、生菜，还有花椰菜。以前一直从 HEB 买那里的白菜，也从来没有注意过它的价格，结果有一次发现它一颗白菜要卖到$7，这样的价格还是让我有了种菜的动力。小菜园建好了，再加几个白色的小栅栏装饰一下。怎么样，您喜欢我的小菜园吗？欢迎给我留言。今天的视频也就到这里了，谢谢收看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